一块水晶，主人他一定会爱死我的。真是走狗屎运了，我绝对可以靠这个逆袭。八旗，快把我的魔咒宝典拿来。愁死了，快帮我翻开书页，一定有可以和这颗水晶上匹配的咒语。抬起一辆牛车不对，改变头发的颜色不对，等等，能量转移，我可以用这颗水晶把生命能量从这个可笑的镜子里转移出去。一只蜘蛛，一只四脚八臂的恶魔蜘蛛，这样我就能爬上辉夜之塔，偷走一堆水晶，然后我就能变回真正的自己，永远的摧毁缤纷仙境。快快去给我找个蜘蛛网来，新水晶，真水晶，偿我所愿，请将力量赋予魔咒，把我从牢笼中释放。八旗，趁现在快把蜘蛛丝扔过来。嘿，八旗，我看起来怎么样？是不是一如既往的威猛帅气？新的世界，每一天充满奇妙又新鲜。嘿，我们喜欢校园探索发现，跟随菲力去冒险，来发挥水晶的力量，勇敢前闯。来哩哩菲力布，生活充满有趣幻想，就不一样。来哩菲力 ，Come on。当贝拉小姐瞄准靶心的那一刻，现场变得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屏息注视着。你就不能安静点吗？要不是我事先知道，我真的会以为你用魔镜的魔力作弊了。切，我才用不着，晨练就足以提高我的飞镖技巧了。说到技巧，来瞧瞧这个。显摆。我觉得是风向的关系。嘿，巴提，快醒醒！我知道你最乐于帮助小马了，可以把我的飞镖找回来吗？快水晶，主人他一定会爱死我的。威力，你的小蝙蝠要去哪儿？我倒是想知道。这下好了，我得自己去找飞镖了。主人，你干啥呢？晨练呢，我今天已经移动了25毫米。主人，你好棒。被困监狱前，我可是有双超级大长腿。那赶紧来看看这个，一定会让你心情大好哟。真是走狗屎运了，我绝对可以靠这个逆袭。八旗，快把我的魔咒宝典拿来。愁死了，快帮我翻开书页。一定有可以和这颗水晶上匹配的咒语。抬起一辆牛车不对，改变头发的颜色不对，
等等，能量转移，我可以用这颗水晶把生命能量从这个可笑的镜子里转移出去，然后离开那水晶监狱吗，主人？那会需要更多的水晶，但至少现在我可以变成一只活物了。赶紧帮我找这些魔咒原料过来，一个魔镜。瞧，你那不正好有一个？一个蓝色鹅卵石。有了。一根银针。有了。两个橡果，一瓶月光。都有。好了，最后一样来自所变之物身上的东西。变成什么好呢？一只蝙蝠。不行，必须是有用的东西。我知道了，一只蜘蛛。一只四脚八臂的恶魔蜘蛛，这样我就能爬上辉夜之塔，偷走一堆水晶，然后我就能变回真正的自己，永远的摧毁缤纷仙境。快快去给我找个蜘蛛网来。很好，接下来这颗水晶将激活所有魔咒原料，把我从这个可恶的镜子里释放出来。等一下，主人，这里还写了些东西。一到日出时分，咒语便会失效。届时，若未找到续存生命的载体，那你的生命能量就会永远的消失。什么？身体和力量都永远的消失？时间还多的是，我大可以把辉夜校长的水晶抢过来恢复身体，这是绝对值得一试。新水晶，真水晶，偿我所愿，请将力量赋予魔咒，把我从牢笼中释放。八旗，趁现在，快把蜘蛛丝扔过来。嘿，八旗，我看起来怎么样？是不是一如既往的威猛帅气？差不多吧。一只小马。哦不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改变成一只巨大的恶魔蜘蛛的。你这只愚蠢的臭蝙蝠，这根本不是蜘蛛丝，而是菲利小马的鬃毛。可是主人，瞧瞧你的鬃毛多漂亮啊。巴提，你这个愚蠢微小低级没用的大白痴。我哪有那么小啊。你被炒了，你个无能的蠢货。被炒了，可是我只是想帮忙啊。滚，别让我看见你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那鬃毛看起来实在太像蜘蛛丝了。还不走是吧？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的好的。八刚，冷静冷静，伙计，要知道不管变成什么都比困在那个破镜子里好。你这个肮脏的破镜子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困住我。或许变成一只菲利小马恰恰是最完美的伪装，我可以轻易地混入其中，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。这么一来，溜进辉夜校长的办公室就变得轻而易举，我能够偷取足够的水晶恢复自由了。太久没走路了，都忘了腿该怎么用。你还好吗？没。不不，我没事。这里没啥事儿，不用大惊小怪。你可真有趣，我是露露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露露，我叫小牵牛。牵牛花真好听，我的名字也是一种花名。是啊，还真是有缘。你是来参观学校的吗？是的，来参观。先这样，拜拜。那你一定想去拜访一下辉夜校长吧。是的，当然，谢谢，我超想去见他。你一定会爱上这里的，在这里你能做超棒的事情，等你见到我的室友们就会明白了。
露露，我兴奋的都有点眩晕了。你可以去帮我拿杯水吗？哦，当然，没问题，马上回来。真的很感谢，机会来了。快点，快点，那些水晶一定就藏在这里。被锁了。要泡泡水还是白开水？白开水就行。好的。需要帮忙吗？我最不需要的就是你的帮忙，给我滚开。他们到底是怎么打开这家伙的？主人，快看，我找到了一把钥匙。赶紧啊。快滚开，你这个没用的老鼠。只要有了这些水晶，立刻就可以让我恢复身体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姐，真抱歉，我头晕的时候不小心撞开了橱柜门，这颗水晶掉了出来，我正准备把它放回去。小姑娘，你是谁？哦，辉夜校长，这是小牵牛，他是来参观我们学校的。你是说来参观？是的，我想明年来这里入学。难道你没有收到我父母的信吗？好吧，可能我还没来得及看。真奇怪，我还是找人来检查下这锁吧。你家在哪儿，小牵牛？你什么时间到学院的？是谁推荐你来的？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你的家乡美丽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是说哦，天哪，他又晕倒了。小牵牛在你办公室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了。或许他对我收藏的那些黑魔法水晶特别敏感，我正好有个东西可以帮到他。这颗水晶能够帮助他驱除任何邪恶的人和东西。你是说他能辟邪？是的，他已经变成你的护身符，你不会再有事了。酷，谢谢你，女士。天哪，真希望那东西别让他得皮疹了。露露，亲爱的，你愿意让小牵牛今晚住在你宿舍的客房，然后带他在学校四处转转吗？乐意至极，校长大人，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，你一秒钟都不会无聊的。其实吧，我这人比较孤僻，更喜欢自己独处。看，等你见到其他菲利小马时，你就再也不会这么想了。真希望我现在就能跟这些漂亮的水晶独处。露露，谢谢你答应照顾小牵牛，好好招待他，给他多介绍些朋友，很显然他需要增加社交活动。抱在我身上。走吧，小牵牛，让咱们玩翻天。好的。橱柜的钥匙到底跑哪里去了？每周我们会来这里 DIY 一次纸杯蛋糕。哇塞，听起来真有趣。等他们一忙起来，我就悄悄溜走偷水晶。小牵牛，我们还需要点面粉。来了，真是见鬼了。黑暗里想对你鼓掌，就别胆小。全世界的小灭掉，过去荣耀。艰难中也不忘了微笑，哪怕跌倒。去聆听心里头的响道，越吵越渺小。好。每天都新鲜。
是不是超棒？嘿，我有个好主意，不如我们待会儿就在辉夜之塔的塔顶着陆。小傻瓜，不行的，那里可是禁区。真扫兴。孩子们，很抱歉打扰你们用餐，但我不小心在香料园弄丢了手表，不知你们能否帮我一起去找找。我帮你找找。也算我一个。算我三个。一起去吧，小千鸟。我真是不明白，你们个个都是尊贵的皇室成员，为什么要帮助一个身份卑微又一无是处，整天只会烧饭的厨子呢？小千牛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大锅主先生怎么会一无是处？没有他提供食物，我们全得饿死，所以他是非常重要的人，不是吗？我还是不太明白。在那里看到没，没有人是一无是处的，不管多渺小都能帮助他人。这是我夺取水晶恢复身体的最后一次机会，我可不想永远的消失。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，这要怎么进去？需要帮忙开门吗？不需要，滚开，忘了你已经被炒了吗？拜托，就让我帮忙吧。我没时间跟你玩游戏，我这一整天都被那个自以为是的露露和那群可恨的小马给浪费了。主人，你就再相信我一次，我想这双翅膀一定能帮上点忙。我才没空管你怎么想，我必须在日出前拿到水晶。主人，小声点，你会把所有人都吵醒的。请问你究竟在干嘛？孩子，大半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大半夜的，你为什么在我的办公室前乱喊乱捶的？我累了，我受不了了，这条辟邪的项链搞得我浑身发痒。这个回答你满意了吗？小牵牛，你显然是压力太大了，我建议你放松点，我现在就送你上漂浮之塔，好让你能冷静下来。可是今晚过得真是不顺哈。我讨厌这副躯壳，我讨厌这条项链，我讨厌我快要没时间了。没有辉夜校长的水晶，我永远变不回伟大的黑魔法师霸刚了。你要知道，主人你可是一向很英明的，你能不能想想别的法子？对了，用这颗水晶和我的旧魔镜，我或许可以施个快捷的魔咒。我连这条破项链都控制不了。这个小马的身体是比那个魔镜还要糟糕的牢笼，一到日出时分，我的生命能量就会消失，永远都恢复不了了。我很遗憾。巴提，面对现实吧，我已经失去法力，变得一无是处。主人，你总是这么跟我说。看到没，没有人是一无是处的，不管多渺小都可以帮助他人。巴提，我希望你知道，其实我很感激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除了有时你任务失败的时候，你恶作剧的时候，你顶嘴的时候，你出蠢主意的时候。是的是的，我都知道，主人，一吐为快，继续说。总之你也不是像我说的那样一无是处。我说了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哇哦，待在这儿，我马上就回来。
哒哒，这些是什么？上次用的那些玩意儿，或许你可以用它们逆转魔咒，你懂的，就是重新回到黑魔镜里面。巴提，虽然我很不想承认，但这确实是个好主意。真的吗？是的，现在还缺一样东西，一根来自小马的鬃毛。那给你，主人，能再次和你合作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主人，快点，太阳马上就要升起来了。星水晶，真水晶，偿我所愿。请将力量赋予魔咒，把我送回黑魔镜里。主人，主人，你还好吗？太好了，主人，你成功了，你安全了。是啊。谁能料到我竟然会清醒，再次回到这面镜子里？这个要怎么处理？赶紧扔掉那邪门的东西。咱们回家吧，巴提。我真的搞不懂。小牵牛到底跑哪去了？虽然你说过他今天会离开，但怎能就这样不辞而别呢？真诡异！快看，是小牵牛的项链，而且那颗水晶消失了，真是让人匪夷所思。你觉得我们还能见到他吗？谁知道呢，贝拉，只有天知道。巴嘎和巴提又在一起了，这不是超级棒吗，主人？显然只是对你来说是的。幸福会洒满全世界，现在起直到永远，很久远。谁都不能将别离我们的爱千丝又万缕，现在起直到永远，很久远。现在起直到永远，幸福会洒满全世界。